今天的特别训练项目是降低机体能量波动，使形神达到集中合一。那是什么？简单说就是打坐入定。打坐入定？这有啥呀，大叔啊，不就坐着吗？你们体内都有基因石的碎片，产生的欲远远超出你们机体的承受程度，除非换成更强大的机体，否则必须通过提升精神力来平衡。嗯，我也检测过，现在我们体内的能量超出机体能承受的几百亿焦耳。如果你们的精神力不够集中，不能平衡体内强大的能量，万一发生能量外溢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嗯，集中精神力，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。你们要通过意志锻炼，学会驾驭体内强大的欲，才能制衡体内的能量。指挥官大人，我们又失败了。算了，我本来就不该指望你们两个，但你们总算带回了有用的信息。变形联盟的机体有基因石的能量反应，说不定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基因石。等着瞧，变形联盟，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奇怪，怎么这小子这次这么认真？啊！哦！怎么样，普利士，有效果吗？嗯，感觉不到玉的反应。大叔说你们内心不够坚定，难道普利士，你们有什么心事吗？我们必须守护宇宙的正义与和平，保护地球，但这样却与浩肯星发生冲突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和平共处吗？普利士，啊！空间缝隙在平行室出现了。啊！扫描了这个缝隙，能量外溢是以前的三倍多，不像是自然打开的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！稳住！没想到把飞船的反重力装置改变一下，就把你们几个控制住了。早知道以前就不用花那么多功夫了。又是你们，好卑鄙！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我乐意更卑鄙。你们尽量激怒他们，让他们激化体内的能量。好玩，有趣。之前很威风吧？现在够狼狈吧？嘿嘿。哎呀，老弟，你怎么搞的？有重力影响，要往高处发射。看我表演。你们最好告诉我，刚才不是认真的。我们会认真点的。难道浩肯星就不能与地球和平共处？
为什么一定要伤害别人的利益？他们很在乎那些地球人，继续刺激他。快跑啊！他更在乎那个人类小崽子。大家往这边跑！啊！我不许你们伤害海城！相信普利士，这样下去会能量爆炸的。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！哼，你又中计，开始吸收强袭普利士的能量。强袭普利士，不要啊！你要冷静。强袭普利士，你一定要振作，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。只有稳住你的心智，才能驾驭体内的玉。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。强袭普利士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我要做到。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。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。我感受到基因石给予新的能量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做到了，孩子。内心一下子清澈了。是普利士激发了玉的进化，同时通过基因石的能量带动了我们的进化。我感到体内的能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平衡。好，尽快修复空间缝隙吧。你们罔顾宇宙和平的秩序，我要狠狠教训你们。哼，就凭你？哼。守护这座城市。普利士，大家
新机体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昨天你们在基地里待到很晚才回来，我也一直没机会问你们。放心吧，我们没事。爸爸说，虽然是在那种危急情况下激发的进化，但是新机体已经完成了对基因石碎片能量的吸收融合，还能对受损后的机体启动自动修复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是超宇宙第一了。如果再遇到浩肯星那帮家伙，我一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小胖说馆内最近引进了不少新昆虫，待会儿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带回去。啊，又是可恶的虫子。你们快看，是被称为活化石的天鹅绒虫。海城啊，你说的不会就是这只红色的毛毛虫吧？它看起来真恶心。你们可别被它的外表蒙混了，天鹅绒虫的最早起源可是能追溯到5.4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呢。居然这么久远。天鹅绒虫又叫稚蚕、粘液虫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无脊椎动物。虽然外形看起来像毛毛虫，但是身体结构却兼具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的特征，是介于蠕虫和昆虫之间的特殊存在。天鹅绒虫一般在夜间活动捕食，可以通过分泌粘液来捕捉猎物。对了，最新的研究证据表明，天鹅绒虫和螃蟹、蜘蛛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，很可能是进化出这两种生物的最早期物种之一。而且天鹅绒虫也是各位，紧急情况，38号空间缝隙突然出现在市区上空，并有大量虫兽涌出。什么虫兽啊？我不是听错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现场的实时画面。事发突然，我们需要紧急支援。明白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天哪，虫兽又来了。大家快逃，快逃啊。来得可真及时。怎么回事？虫兽怎么越打越多呀？是空间缝隙复制了以往时空的场景，严格来说，这些虫兽是从过去来到现在的。我们必须赶在事态扩大前尽快阻止他们。裂风暴场壁这里的虫兽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宇宙第一绝对没问题。超能神机手巨能霹雳炮，我们去阻止西卡。喂，臭虫子，放马过来吧。大意了。
些家伙，快住手！住手！哼，你以为你们是谁？拓荒者，消灭他们！天哪，那家伙的体型！大家小心！海城，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去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！单就体型和力量，我们并不占优势。那该怎么办？海城，扫描分析一下那个大块头的机体数据。好的。天哪，竟然有这么高的数值！不过在速度和敏捷度上就……我想到了，大家听我说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伙伴们，采取组合攻击。先别管他了，修复空间缝隙要紧。我也来帮忙。海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裂风暴长臂，你的胳膊。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可是……好了。我们去看看空间缝隙的情况。奇怪，刚才能量怎么会突然剧烈波动？是不是因为希卡破坏了空间能量平衡？是这样吗？可总觉得哪里……现在该怎么办？爆炸产生空间缺口，短时间是无法修复了，而且我们也要把那家伙押送回基地。这里就交给我们吧，幸好空间缝隙不会再扩张了，可以等条件允许以后再进行修复。我们会安排人员严格把守，防止居民靠近这里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放心吧。